经过前前后后两个月的倒腾，我们终于是可以来录这一台传说中的摩瑞 MG500 的视频了。这期我们这个标题取的是什么呢？就是暂时不能买的国产拉力车 MG500。 这个标题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不能买，第二层意思呢是暂时的。就这期视频呢，我们就通过这两个点来展开来聊这台车。在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摩瑞这个车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品牌，摩瑞这个品牌呢是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国产品牌。这个品牌呢它非常善于这种互联网的营销，整天就是要颠覆什么颠覆什么啊。MG500 这台车呢也是切中了目前我们国内车友对于这种中量级的拉力车这种需要而开发的一个车型。这台车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外观造型，还有就是它29,800元起的这样一个超低售价。我们从远远的看上去呢，这台车看上去还是可以的，说模仿也好，说抄袭也好，其实摩瑞 MG500 这台车有太多杜卡迪 MTS 的这样一个影子啊，特别是这个头部这一块和排气这一块，各个细节的地方的美观度呢其实是比较差的，比如说它的线条呢也比较生硬，特别是仪表这一块啊，它和外面整体的这个是完全不搭的，在做工工艺上也是比较毛糙。不过这个车对于它的用户来说，这样的售价用户自己其实心里也明白也能接受。作为一台讲求性价比的国产拉力车，摩瑞 MG500 这个车的配置啊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啊，丰富到看着就有点眩晕，性价比看上去是好的不要不要的。发动机呢是一台电喷水冷的一个 491cc 的自电双缸发动机，博士的电喷系统，全车都是 LED 的这样一个灯光。这个 LED 灯光系统我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它的近光灯是不够用的啊，然后呢它的近光灯是常亮的，打开它就会亮。刹车系统呢是吸户的刹车系统，前面呢是双浮动的双碟，是一个镜像的这样一个对视的卡钳。仪表呢是一个全彩的液晶仪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产车里面见到这样的一个配置。减震呢是这样一个倒置的前叉，可调的前叉，然后还有一个可调的风挡，还有四个充电口，发动机护板，还有变径手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不同的配置呢它会配了不同的轮胎，不同的轮毂和 ABS， 反正呢我们一直是没有搞清楚它有什么样的版本。这台车的它的售价啊是29,800，是没有 ABS 的最低配版本，然后它的轮毂呢是铝合金的轮毂，它配备的是一个渐大的前面是120后面160的这样一个公路胎啊，抓地在这个 500cc 这个级别里面，这个抓地的效果其实是算比较差的，它这个抓地差啊对于后面的操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他的高配车型呢它配备了更好的轮胎，当然呢我们也建议买这台车的人它配备一个就是说抓地力更好的这样一个轮胎啊，就是说像这一类就是外观还有就是丰富的配置这一类也是最容易抓住人的。简单的了解过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它第一层意思就是不能买的原因，我们把它说清楚。在我看来哈，这台车它不能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质量稳定性，第二个呢就是车辆的成熟度。当我们骑了很多很久的车之后，你才会发现啊，对于一辆车来说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质量稳定性啊，这个质量稳定性这一块又特别容易被新手忽略，因为新手的世界里面啊，对他对这个是没有概念的，包括一部分玩车时间啊比较长但是种类比较单一的这样一些老手，他也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你才会明白一句话叫做品质改变审美。这一点啊又特别体现在国产车上，又特别特别特别体现在一台需要去长途旅行的这样一个旅行车上，因为谁都不想被扔在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一些路上。但是质量稳定性这个事情呢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一套科学的一些数据啊来支撑，我们只能靠很笨的方法，就是去收集用户的口碑和我们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就这台车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联系了好几位用户啊，通过 QQ 通过微信通过电话和他们去沟通和他们去聊，总体下来啊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车小问题一大堆，然后返厂的也有，但是呢厂家解决问题的态度还可以。这一台车哈是唯一一台我买回来的新车在230公里的时候就把我扔在路上的测试车。就是上一周我们晚上出去溜车的时候，我主要是去看一下它这个晚上的灯光的一个效果，在快速路上突然我就主要发现这个车无法换挡了，哎，这个挡杆已经到顶上来了。停车我检查之后才发现它的换挡机构的一个连接螺栓和一个螺帽已经掉了，掉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啊！等这个配件呢又浪费了一周时间，现在看来它的前减震也开始逐渐的渗油。
这是我买的新车，才200多公里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在车辆的成熟度方面啊，这辆 MG500 也是我们目前骑过的车里面车辆完成度或者是成熟度最差的一辆车。比如它这个边撑啊，我不知道大家这样看不看得清楚啊，它这个边撑是比较长的，然后导致这个车非常直立，就是我随时都会担心它这个车啊就被一阵风吹过来就会往这边倒。还有呢，就是这个龙头在每次打方向或左打或右打的时候，这个龙头这个手把都会撞到挡风。然后脚蹬也是，它的主驾驶的脚蹬它是往外面趴着的，脚呢总有一种向外滑的感觉啊。包括这个坐垫的发泡棉啊，它的设定呢也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这些是一个新厂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哈，这些问题就是明明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这样的一些非常低级的问题，只能说明工厂啊明明知道问题仍然要把这个不成熟的市场呢往市场上去推。这个呢是我不允许的，因为我以前就说过用户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其实我们摩托街啊有一群最可爱的人，就是我们这群小白鼠，用我们自己的真金白银来为厂家做路试啊，测试它的质量问题，测试它的产品设计的问题。我们就是当年那一批最可爱的春风和黄龙的试车员。为什么我们说不能买这个只是暂时的呢？原因呢也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这台车它现在骑起来其实是比较好骑的，在这个级别里面的拉力车啊，它是最容易上手的一个。虽然说骑行体验各方面都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但是它过得去啊，这对一个新厂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用心的在做的，和上次做的那个Z300X的感觉是一样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成长是非常之快的。因为我呢是骑过两台这个摩瑞 MG500，第一次骑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春节啊，一个车友呢他路过我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短暂的骑了5-6公里。那个时候我对这台车的印象是极其不好的，骑行的感受呢也和那些山寨厂商那些大保雕啊地平线啊是差不多的啊，没什么太大区别，完全感觉不到什么驾驶体验，完全体会不到什么乐趣这一类的，只能说是一个能走的机器。发动机的运行品质极其的粗糙，而且它的剪子呢它会乱跳的，甚至还会弹飞人。那个时候它的电喷匹配啊，油门的那种反应啊也不好，在一系列问题。但是哈，当我们把这台车买回来的时候，立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这台车的发动机的运行品质。就这台发动机啊，它是那个龙芯逆向开发那个本田 CB500 上面的那台直列双缸的491cc 那个发动机啊，电喷水冷的。当然这台车呢它也是搭载了博士的电喷系统。这台车据我上次去的那台车呢，可能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可能那个出厂的时间可能也许会比较长，但是我没有注意看。这两台车啊在发动机上的变化可以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就现在这台车它的油门响应是正常的，电喷的匹配度要高了很多，发动机只是在高转以后呢有一些震感，就动力的调教和本田那个 CB500 的是一样的啊，也是比较均衡的调法，高转和低转呢都兼顾了一些，整个动力的那个输出的线型啊还是不错的。总体来说呢，这个发动机的表现啊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上次那台呢那个车的发动机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哈，这一台它离本田 CB500 上面的那台发动机在震动抑制上，在出力的顺畅度上，包括油门的顺滑度上啊，或者是这种顺滑度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想一想它的价位呢还是可以的，只是在换挡的顺畅度上，还有就是它这个排气啊这种声浪的营造上啊，我觉得还需要调整或者是优化一下。这个排气的声浪是做得非常的浑厚，也很运动，偶尔呢它还有回油放炮的这种情况。如果这台车它是一个运动型的街车或者运动型的车，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作为一台长途的旅行车，我时间骑长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有些不舒服了啊。当然我们也对这个车做了实际的性能测试，它的百公里的成绩呢是5.77秒，比起650MT 就那个春风650MT 呢它慢了1.3秒，比起那个贝耐力的502呢它快了1秒啊。
就这个车架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像一个中学生的这样一个作品哈，或中学生的水准。它的条件呢是有侧重垫的。就这个车架，它的反馈最好的地方呢，在于它建立了一种轻盈感。就这个车哈，它已经有197公斤的体重了，但是这个车开起来的时候，不管是在变线啊、转向啊，还有就是控车方面啊，你都会觉得得心应手，不会感觉到有额外的压力。另外的那两台，比如说冲锋牛 5.0MT 或者是贝莱尼的5.2，它就在低速或者是在起步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扶车的时候，就会给你一种额外的压力。但是呢，这一套车架它也有比较弱的地方，就这套车架和减震哈，这方面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个车的弯道能力比较一般。在倾角较小的时候，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你觉得还行，只是循迹性不佳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豁车啊，大倾角的去转弯或者大倾角去压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这个车的稳定性和循迹性就没有了，甚至你会还会感觉到害怕。就车架数据这块哈，这台车它满足作为一台 ADV 作为旅行车的需要的这种轻盈也好，或者是灵活也好，或者是可控性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想要更高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就这台车它在减震后刹车的表现啊，就是这台车操控体验或驾控体验最差的地方。就 MG500 摩瑞这台车呢，它的前后的减震的硬件其实规格是很高的，但是呢，减震器它在阻力的设定上它欠一些水准，特别是这个回弹阻力的设定呢，它这个问题比较大。就在连续的过坑的时候呢，它会把人弹起来，和那个老的那个天剑王啊，就是那个天剑王250那台车的那个感觉是有些类似的。就刹车呢，它也是采用了西湖的刹车系统，它的前刹车的咬合力是比较好的，但是轮胎呢就是信心不足，但是它的后刹车就是乱得一塌糊涂，就再多踩一点呢它也就爆死了。就听起来呢，就是摩瑞 MG500 这台车它的三大件只能算是做的一般般啊，只能说是过得去，能够接受。那为什么好骑呢？这个原因呢，就是摩瑞 MG500 这台车它是在做中量级拉力街车里面哦，它的三观是最正的。因为这个三观正，就是我是 500cc 的车，我就做 500cc 的重量，我就做 500cc 的大小啊，我做拉力车我就做最正常的这样一个拉力车的这个这样的骑行三角，哇，拉力车所需要的那种续航能力我去把它做到，所需要的那种便利性和挡风效果和舒适性我把它做到，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车架参数它都是有偏重的。所以说这个197公斤的重量加上780毫米这个坐高啊，还有就是非常舒展的这样一个骑行驾驶姿势，它也像水鸟这种 ADV 车型一样，就它要宽一点，加上这个可以接受的三大件的调教，这样一来的话，这台车虽然说谈不上有非常高的一个这样一个骑行体验啊，但是至少它变得非常容易上手，非常好开啊，不别扭。就说它调不好发动机，它的车架减震啊，它做不好，那只是我的功力不够而已。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我功力够了，那这个车就不错了。像什么像长途的风阻保护能力啊，骑行的舒适度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也能达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里程。我们测下来呢，它的百公里的油耗在4.2升/100公里啊，我们也做了性能测试，也有很神的开。然后210毫米这个离地间隙，再加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车身，它也具备一定的烂路通过能力，它的烂路通过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骑起来我感觉它是比春风 650MT 和贝莱尼5.2 它的越野通过能力是要好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总结一下这台车，这个总结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标题，暂时不能买啊。我对 MG500 这一类新厂的车呢，一般我是持有非常大的质疑态度的，特别是质量稳定性这一方面。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做的那个黄河300X，其实情况和这个是一样的。就这台 MG500 通过我们的验证下来，它确实在质量稳定性上是不容乐观的，但是我们也从就是上面那台 300X 还有就是这一台车这两台车上，我们看到了国产车新的希望，至少我看到他们是在用心的在去做车的，就只是现在它的实力累积的还不够，和最开始的那个钱江和春风的感觉是一样的，只要他们不像力帆这样一类的工厂把赚来的钱投到房地产啊，投到或其他行业去，我觉得问题就不大，等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口碑好了啊，质量过得去了就可以买了。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在视频的最后呢，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台湾品牌路霸头盔，以及2017款的新款的 RS 太极，在节目中给我们的大力支持。